这喷射力道，这柔软呛辣，这滑顺浓郁的滋味，今晚要不要吃宵夜？太刚好，矮黑梅森，今天82年的吃货带你们到台北大安区吃一顿非常有氛围也非常有特色的滋味。宵夜是一家有着用炭火串烤非常有日式居酒屋风格的餐酒馆哦。每一位大厨都身怀绝技，用着看似简单快速的手法，做出一道道让我流连忘返的好味道。今天梅森吃的都是最新的菜色哦，下层是超罪恶的焗烤薯泥，放上鸡胸肉，这蛋白质与淀粉结合的邪恶，我每吃一口都是教练对不起哦。再来超鲜美的辣炒蛤蜊和有着浓郁奶香的水果玉米球必点，再来这个加入牛肉的薯饼，也就是可乐饼哦，吃得到牛肉的香与玉米的甜非常对味。当然他们家还有许多老饕必点的明太子玉子烧、炸豆腐，还有我很爱的明太子山药月见鸡肉丸，和喝完酒一定要来一份的明太子奶油乌龙面，最后再来个幸福的结尾，今天又是一顿完美的宵夜。